预备，开戏！请坐，一个来啊！那有什么条件哦？咱慢慢来讲。那我先开啊！我用世界集团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跟你换草地状元。哦，哇，我是三十！哎，等等，卖个菜农吗？我都是做菜人，跟我较好。再努有百分之三十，我用永庆医院的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来跟你换，我们来吃好料。哦身材走样嘞，够法度。春天妹，嘿，让你好啊吼，想看卖啊。别惊，我无变。对啊，我体重这么高，你是变啥啦？我咧惊啦。好啦，卡斯若是讲要叫你演渣男，你有法度无？渣男哦，渣男哦，这得问我啦。你演渣男不简单哦，演到像张震浩那只样哦。拜托诶。看我这个面膜啊，烟斗甲吊渣，烟渣人对我来讲哪有啥问题？我较趣味啦，我话为心灵好，心灵较欢喜啦。哇啦哇啦，新田哥在那偏心啦。对啊，新田哥，人我嘛介老烟呢。没有，我较水啦，对无？对啊。庙会界的娜塔莉波曼，哇！你要瞬间的蹲下，蹲下到马上站起来。我现在大腿根本还没有到，隔天已经乳酸堆积了。外景节目真的不轻松，比八点档还要累。你六块吗？回家的同伴呢？暑假档。